建国以来我们经历了哪些运动？1950年镇压反革命，1951年爱国捐献，三反，1952年五反，1953年新三反，1954年一化三改造，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，1956年肃清反革命，1957年整风运动，反右斗争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1958年大跃进运动，人民公社运动，爱国卫生运动，放卫星运动，拔白旗运动，1959年反右倾运动，1960年反满产私分运动，新三反运动，1961年整风整色运动，1962年机关整风运动，1963年新五反运动，小四清运动，1964年四清运动，1965年工业学大庆，农业学大寨，1966年文化大革命，红卫兵运动，1967年夺权风暴，1968年上山下乡，1969年学红宝书运动，全民挖防空洞运动，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，1971年一批双清运动，批城整风运动，1972年批林整风运动，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，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，1977年揭批四人帮，1978年开始平反冤假错案，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逃。